还有一首隐藏舞，记得上网看我们的精华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这首歌为什么没有在直播里面呢？就是为了要给你们一点 special。 我们现在要来跳一下我们的儿童神曲 Baby Shark， 小朋友准备好了没？快一点，我好冷哦，我好冷哦，赶快靠近我。好，手打开，音乐请下。我们先跳一下我们的儿童神曲 Baby Shark， 小嘴巴，哎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记得要微笑哦。好，爸爸来了，大一点点，呜呼，哎，好多鲨鱼哦，哎，妈，奶奶来了，奶奶。Grandma， Grandma， 没有牙齿的，嗨，爷爷来喽，大的大的，哎，要往旁边哦，哎，不然会咬到我呢，哎，哎，鲨鱼来了，鲨鱼来了，哎，跳一下，往左往右哦，哎，可爱的 pose， 互看一下，哎，好可爱哦，我们要不要再加快一点点呢？好，来喽。叔叔很忙，没办法理你们了哦，自己跳哦，嘿，妈咪妈咪妈咪，嘴巴打开哦，爸爸来了，喂，哇，变快了呢，呜呼，哎，奶奶来了，奶奶奶奶奶奶，哎呦，奶奶的嘴巴没有牙齿，爷爷来了，大一点。哎，手要用力哦，肚子用力哦，鲨鱼来了，鲨鱼来了，来了，呼呼，哎，往旁边 ，ending pose， 可爱吗？可爱，可爱哦，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更快一点，好紧张哦，我们来得及吗？哎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我看你的妈咪。我看你的妈咪，哎 ，Daddy 来了 ，Daddy， 哦，哎，阿姨你们也跟得上哎，嘿，奶奶奶奶奶奶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爷爷来了，哎，爷爷来了，哇，好紧张哦，啊啊，哎，鲨鱼来了，鲨鱼来了，快点，呜，好快哦，哎，挑战成功。拍照拍照，快点！我们听好 pose 哦。可爱的，一二三，笑一个。